的位置。啊，好。你好，请参考看看，支持婚姻平权。嗯，没关系。那就被打枪。对啊，那个领队，请参考看看，支持婚姻平权。啊，谢谢。欸、你们真会找哎、欸，对，一找就找对人了，就是他，就他。好、啊，大家一起，他一定很支持的啊。那我们之前就有拍过这个。对，那可不可以请你们的小朋友一起来支持一下，帮我们拿一下？他们主任不支持，他们不敢。真的吗？哪一间的？母教学校。哦，所以应该就知道了。哦，台湾什么人？你好，请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推动的一个法案，就是同志婚姻合法化。好，我就是这边。嗯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就是多看看，多了解，然后进而就是推动就是政策的合法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支持你。好，谢谢，支持我。你好，请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。继续加个赖吧。好，请支持，谢谢。真的很卡美，谢谢， yeah. 请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，谢谢。你好，请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。可以拍照，可以拍照吗？好啊。你好，请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，谢谢，谢谢， yeah. 谢谢阿姨，谢谢。我叫姐姐。小阿姨掉哦，姐，不讲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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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谢谢，我收到了。你好，请支持同志婚姻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妹妹，要跟阿公啊，来过去跟阿公。你好，请支持同志婚姻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那你们会去那个吗？怎么了？成局的不是有一个游行吗？成局的游行？对啊。你是说同志大游行吗？啊、他在16号已经过了，对，已经过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，可是那是我们自己自发性办的，不是政府办的啦。是啊。对对对。好。嗯，即卖来讲，同志婚姻合法化，因为即卖结婚的人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，嗯，啊，唔讲这是两个查甫两个查某，哪会当结婚？嘿，你说啦，你说啦，为什么袂使？系啊，这个人不准。嗯，这个要，请支持同志婚姻哦。啊？同志婚姻。哦。你麻烦别人了吧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谢谢。哦，同志结婚哦。嘿啊。嘿啊。你也使看一下啊。哦，你好。嘿啊。啊，伊对班。哦，无，你也使看一下就好啊。嘿。嗯。哦，好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嗨。好，谢谢。And support gay Mary. Hi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你好，请支持同志婚姻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拥有的幸福，我们也想要拥有哦。谢谢。你好，请支持同志婚姻哦。干嘛？好，谢谢。还是说你们不能在这边，是吧？哪一个？那个警察。不是，他是说就是小心我们被车撞。车辆注意。对对对。OK， 了解。好，谢谢。没有这个。你们是只是在请问一下说，你们只是在希望说宣导这样子而已吗？啊，因为像庙这个地方算是老人家比较多嘛，对，就是传统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。嗯、对，因为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也是有，也是这样子的人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因为他们就是、因为毕竟在社会上遇到这些压力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也是看说亚洲宗教文化，还有台湾的比如说老一辈的人、对于同志婚姻这一块。会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好，了解，好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阿嬷，阿嬷。
啊，谢谢阿姨。你谢谢阿姨。你到底什么年纪？我阿妈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等一下回去照一下镜子，看到底哪里像阿妈。没有，我叫错了，没有叫错了，叫阿妈比较亲切，真的。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叫阿妈比较亲切。真的啊。有点低哦，没有，不会不会，是我叫错了，我叫错了。